如果我把自己装在超大的礼物盒里等老公回家，并且穿上他最喜欢的游戏角色的衣服，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赶紧赶紧，前面忙着在包那个礼物盒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小 K 老师马上就要回来了。眼线已经是这样子红色的，哦，这个美瞳真的好大，哎呦我的天，要快要快。哎呦，眉毛都忘记遮了，我的天，应该可以，我相信我的化妆技术。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，都换那个礼物盒，这个打底色，整个眼窝打个底，然后它这个颜色要连到鼻影的，可以稍微人为的来一点黑眼圈，然后这个深的这个红棕色，再上一个双眼皮褶皱，来提亮一下眼头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去换个头发回来啊。Penta Kill， 我这个疯子，有医生开的证明，觉得我很疯狂。你该看看我的姐妹们。现在小黑老师已经快要回来了，我想赶紧去架机位了，我真的已经来不及了，完全来不及了。这鞋子非常粗糙，简陋的小箱子。现在就等小白老师回来了。我的妆在这里都要花掉了。家里怎么这么多手办？这什么东西？有点离谱吧，兄弟。我大概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你们平时都玩这么大的，兄弟？啊？